农村的初恋去苞米地，他不小心崴了脚。我很疼吗？来，我扶你起来吧。不用了。哎，你别逞强了，来。谢谢。哎，能走吗？那个，我试试。嗯，别，你慢点，走两步，我扶着你来。我很疼吗？没事，我能坚持。哎，要不我抱你吧？不用了。哎，你别逞强了，你这头都冒汗了，来。哎，你没事吧？脚没事吧？对不起，是我太重了。哎，是跟你没啥关系，那是我没抱起来。你先让我起来呗。啊，小雅，我……哎，你别这样。那个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70公斤哑铃，我能举好几个。我经常健身。你先坐起来吧，地上扎。哦，行。你多重啊？110吧。哦，那我抱你肯定没有问题。那个，你别抱，这里太窄了。你扶我起来，慢慢走。哦，行，来。能走吗？我试试。哎呀，终于出来了！哎，你等我一下啊，我让我司机开车过来，我带你去医院。不用了，我这个回家躺着养养就好了。不，你这脚肿的跟毛病似的，养那么狠，养的好了？你听我的啊。去医院太贵了，又乱花钱。哎呀，这事儿你听我的，好吗？不。